中山乐龄舞蹈班以优美的舞姿热情的欢迎韩国贵宾，为社区注入了国际化的新活力。今天非常高兴有韩国来的乐龄族到我们中山乐龄学习中心来交换文化交流。我把这个国外的文化带到我们乐龄中心，让这些长者呢也能够体验到不同的文化。那这些韩国人呢，他有表演他们的茶道，表演他们的歌曲，还有介绍他们韩国的文化。这是韩国的茶道的老师全东福，他特地把这个茶道的这个陶器然后赠送给我们乐龄中心的主任。来自 Surfas 韩国的乐龄族成员介绍了韩国的茶文化，并进行诗歌朗诵，展示韩国的文学艺术。반갑습니다한국 Surfas 회장송상기입니다한국회원들10명과또대만회원그리고우리시니어센터의여러분하고문화교류를해서찾아왔습니다 I came here. I see. What this wonderful organizations. I met many Taiwanian people. I felt you are very, very kind and polite. So I am very happy to with you.中山乐龄中心也精心准备了台湾特色美食，同时带韩国乐龄族成员参观百米瓮炮台，体验基隆的历史文化遗址和壮丽的海洋风光。大家活动啊，说我们中山乐龄说过很多，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办这种活动。今天非常欢迎韩国朋友来这边。认识韩国的茶道，还有美丽的风景，他们拍了很多照片给我们看，也希望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到韩国去跟他们交流，促进台韩两国乐龄族之间的友好交流，为长辈们创造更多接触世界的机会，让晚年生活丰富精彩。中山乐龄站，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